灯红酒绿，吃饭吧。啊！尤力，爸爸在里面偷吃烧鸡呢！啊，快去看看！哎呀，爸爸在睡觉呢，咱们别打扰他了。老板，这车咋卖的呀？你好，现在这台车100万。哎呀，这么贵，不买了。哎，先生，你可别走啊，咱这台车可有活动。有啥活动呀？买车送车模。嘿嘿，这个行啊，快上卡。办好了，可以开走了。还有我的车模呢？你的车模在这儿呢。啊！